连云港港口，欧亚大陆桥的起点，长江三角洲快速生长的超级港口群的一部分，它的升级还在继续。连云港港池内10万吨航道的延伸工程正在进行，承担这项工程建设的是我国首艘从设计到建造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之重器，天鲲号，亚洲最大自航绞吸船。它拥有亚洲最强的挖掘系统，拥有世界第一的远程输送能力，绞刀功率6600千瓦，每小时挖泥6000立方米，最大输送距离15公里。如果从北京南站挖泥，经过15公里管道投送，一周内就能填满一座水立方。